坐下，慢慢坐。对了，所以
为什么？他要坐下来的时候，他透过他的双手拿到平衡，然后才能够有一个坐姿，对。如果你的双手如果不要动，如果你的双手，一般我们在坐椅子的时候，我们双手不会这样子，我们会直接坐下来，对不对？知道在讲什么？好，一般我们如果真的要坐下来的时候，真的我们要坐在，如果有椅子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这样这样手，不会，我们自然就坐下来，对。来来，注意看我，看我。如果后，你注意看了，一般我们坐不会这样坐，我们坐很自然的就坐下去。啊，你这样坐下去，事实上是这样坐，你事实上是有点叠坐下去。注意哦，你其实不是你其实因为你太习惯你整个过程。可是如果你慢动作的话，你慢动作要坐下去的时候，你事实上是慢，最后那个动作事实上是叠坐下去。什么叫叠坐下去呢？本来你的身体是被你的两只脚给撑住的，了解吗？当你要坐下去的时候，当你要坐下去的那一个瞬间，你整个人的重量必须要靠那一个椅子，对不对？靠那个椅子把你支撑起来，才敢坐下去。如果我没有这张椅子，不敢坐，因为我就叠坐下去了。所以事实上，如果没有这张椅子，你整个人是叠下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本来的重心是在你的脚板，对不对？当你叠坐下去的时候，你重心换到变成用椅子来帮你支撑你的重量，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好，接下来那个来，再想一想。到椅子边好了。注意看一个东西，这个太远。
个要靠近，对不对？一个要远离，哪一个要靠近？大的要靠近，这个要远离。所以当这个这样摆的时候，这一个一定要靠外面，它才有机会。然后我要慢慢的把它调到它这边。哎，我需要有人帮忙的，你怎么样？你负责这一根，那就摆一下，来。
翔跟伟成在家里。好，你们三个上。我现在要做锅炒肉。桌垫的，桌垫，桌垫，桌垫没有，按高点，把桌垫怎么撤掉？按桌垫是怎么撤掉？现在目前他是这样，他们刚刚来超车，他很清楚。
像是这样子，如果认识，因为五号这两个字真的那个，所以这边会选，这边会选的。来，注意看。会选的话，现在如果，来给我一个透明的纸，还有没有？除了这一点还有没有？这个太一样，有没有比较水里面少一点？有，完全很多。好，来，我用这个让你们看，来看我这里哦。哎，你们要帮我护一下，就蹲在下面或者怎么样都好，就不要挡到他们视线。注意看我这里哦，这个比较重，这个比较轻。我摆上去还是有机会让它平衡，跟刚刚的操作是一样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所以我要怎么摆？那个重的在那边，重的要靠近，靠近一点，对，要靠近，轻的要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好不好？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平衡的，平衡的。好，来，好好。它是平衡的。下去啊。来，靠，平衡这里，平衡这里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我如果要动水，注意看，我要还要再动哦。这个水瓶要怎么动？如果我往这边动会怎样？对，往那边下去，它力臂就变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这样子旋转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往这边呢，力臂就变短。力臂变短就代表这边会比较力矩比较大，所以它就会这样子旋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动？哎，前后。所谓的前后是指什么？就距离不要改变。距离不要改变。他们两个同学的间距不能变。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两个，然后一个水，一个水比较重，一个水比较轻。我们你很清楚，往这边移动力一点，对不对？往这边移动力臂变短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维持力臂没有改变。看这里，我要维持力臂的长度不能改变。所以我要怎么动才有机会维持力臂的长度没有改变？让它旋转的地方就是让它旋转，对不对？这个也很，如果你重量往这边移动，长度拉长，它就是这样的旋。往这边。这边的长度变短，它就会往那边旋。然后跟我讲，这个要怎么动，才有机会保持平衡？这个要怎么动？要怎么动？啊，你同时向上或向下？一定要同时吗？不需要。不需要，只要那个距离一样就好了。结束。我们那个力矩。刚刚有看到我后面要知道力矩第一个套的那力量，第二个套的那长度，所以力量没变的情况之下，你的力矩就要维持一样多。那你要维持一样，就是跟它的距离不能改变。那跟它的距离不能改变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动才可以？垂直那个距，那垂直那个长度。垂直这一条线的这一个距离要维持怎样？一样，换句话说，你要保持跟它等距，对那个平行移动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平行移动。对，知道在说什么？知道。所以你注意看啊，你要小心。我不管动它，动它其实无所谓，叫平行移动。再放，好，不用，就是你会看到，
是来你们要看好这个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它的平衡的地方在正中央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平衡的地方在正中央。然后，你们的扫把停在哪里了？没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不用，谢谢。我看一下这个能不能。来，注意看好这里哦。这个很明显，我还没有在弄平衡之前，这个比较重，对不对？这个显得比较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要让它保持平衡，我一定要往那边靠。这边发现我的手会抓在这个地方最平衡。看到吗？看好这里哦。好。这样我会让它保持平衡，对不对？注意看，本来。其实我一刚开始在抓的时候，刚刚你在抓的时候，如果本来是两只手，它可以慢慢慢透过慢慢的靠近，透过慢慢的靠近，慢慢的靠近，靠近到抓到它的重心会在我刚刚支撑的那个位置的正中央。其实我会刚好在，我要想要强调的是，你还是去帮我拿一根扫把。当我不知道它的重心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会透过这个方法，本来是两个支点，慢慢变成一个支点，到哪里可以让它们刚好平衡，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看的。最后我会抓到一个平衡的地方，抓它。一样的道理，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可以透过哪里来支撑它的时候，我会先用两只手。接下来慢慢慢慢的靠近到最后，因为重心就在我的两只手的某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一定在我两只手的连线的位置，然后我可以慢慢靠近到，我可以让它可以保持平衡。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知道当我两只手这样撑住的时候，我知道重心就在我两只手的中央，不一定在正中央了，只是会在两只手的某个位置，一直，我不需要看它，我就知道大概在哪里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一样的道理哦，这两个。把这个东西支撑起来，所以如果我把这两根慢慢慢慢的靠近，它也会慢慢慢慢的抓出这个物理真正的重心位置，所以我只要靠一个支撑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看好这里，当我把这两根慢慢慢慢的靠近，到底是靠哪边不确定，就像刚刚这个，一开始我这样抓最容易平衡。当我在慢慢靠近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我左边几乎都没有在动。可是最后，当我拉到比较靠接近重心的位置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慢慢慢慢速度越来越接近，感觉到吗？有。然后最后我再放手，对，他就平了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也就是说，我知道重心一定在这两根的某个位置，在这两根连线的某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在这两根连线起来的某个位置。所以我知道，反正重心就是一定在这两个点慢慢慢慢靠近的地方的某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线上会有重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刚我在我们班也有找到两个点，这两个点如果慢慢慢慢慢慢把它靠近，你可以找到重心。对。所以请问一下，重心这个玻璃对这个窗户来讲，重心在哪？中间，正中间。我要怎么找它的重心？用它的脚啊，就是它四个脚，它四个脚，对角线。这个白色的点是你班长的，在小明班呐、啊，小明班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你们班长。然后你知道重心已经在这两个点的某个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讲，你要先听清楚。
支撑起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当我把这个也慢慢慢慢的靠近的时候，这里面一定会有重心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不知道重心在哪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跟这个物体长什么样子没有关系哦。反正我就知道重心定在这条线上。中腿，中腿。中腿的意思就是答案一定在正中央哦。对。刚刚你根据这个答案一定在正中央。不一定。这样可以保持平衡。对。答案就在他们的正中央吗？不是。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中间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好。然后呢？刚刚我们班，我们班刚刚我是用蓝色的，他也找到了。所以呢，这两个点的中央，他们两个之间的某个地方也是重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线上也会有重心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的重心是什么？这两条是那个啊，这两条线连起来，整条都叫重心。这一条线上有重心，这一条线上也有重心。交汇的地方不就是他们的共同重心吗？对。那接下来做一段实验。重心会在这条红色线，重心也会在，因为在刚刚轮到我们班的这个上面，但是我点的没有点的特别好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会有点太多。
所以我现在通过重心画了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如果在下面一样，如果在下面一样把这两个伸在上面，能不能让它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不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最边边的两个点吗？还是只要在这条线上就可以，只要在线上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两个点都在这边吗？可以啊，来，全部看好这里，重心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那两个要怎么摆？我现在不摆一个哦，我摆两个。所以如果其中一个摆这里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要摆哪里？要摆另外那边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两个都在摆这边？不行的，绝对不可以，因为你一定要把重心扛在他们两个的之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只要把重心扛在这一，就是这两个的中间，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它放上去。距离不用一样长，故意一条拉远。调力矩焦点。可以保持，这样子。
旁边用两个东西支撑着，它还是可以保持。你看，大树，你们真是，哎呦，你们品这个货了。